好，这里是完成校准哦，再一次好了，然后再开始校准，都已经设定完毕了，然后要再抖哈，想看比较清楚一点，会不会太紧？好，它在校准了哈，这边。完成校准 ，OK。然后这边遥控器已经打开了、哦、所以呢试一下。好，然后呢，按这个键启动录音。这个键按错键了、哦。好。这个键才是录影啊哈，然后控制这个摇杆，练习哈，试探一下。猫嘞，猫不知道跑去哪里。猫猫猫猫猫猫猫。开灯，那不见了。好，好，停止录音。先这样咯，关闭稳定器，关闭相机。